梦想对于孩子来说是通向未来的翅膀。不管你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、创业人、老师或是其他，下定了决心就要全力以赴。人因梦想而伟大。那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啊？加油！长大后想要做什么？千万不要感到失望，还会有一双手在你前方。伟大的人物往往和伟大的梦想连在一起。你长大后希望做什么呢？我就喜欢做摩托店。想要做什么？不管未来会有什么，有爱就有大梦想，才会有大付出，有大付出才会有大成功。我今年12岁，我要做李政委。Be strong, 你会知道你。我的名字叫 Michael， 今年10岁，我要做技术员。我的名字叫吴佩子，我今年9岁，我的志愿是当老师。曾经想象我可以让世界变不一样，好好有意有意，好好好好好，但是不要只是想象，张开你的双手变成翅膀，让梦飞翔飞翔，因为爱是温柔的眼光，因为爱是美丽的信仰，不管梦想多么微弱，有爱就能转动，因为还有你还有我。 Just love， 相信爱能给你力量。 Be strong， 你会知道你最棒。希望梦能带你到更远的地方，相信自己一定要活动。 Just love， 相信爱能给你力量。你会知道你最棒，希望梦能带你到更远的地方，相信自己一定要，相信自己一定要。 Just love， 相信爱能给你力量。 Be strong， 你会知道你最棒，希望梦能带你到更远的地方，相信自己一定要 hold on， 要 hold on。 Just love， Just love， Oh yeah。Just love.